好，没事没事。人家不让他摆，他非得摆，这下好了，茶被收了。现在河北冉庄这个地道战景点已经变成了个人敛财的地段，家家都立牌子，进入照相要钱，你想看什么都要交钱。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来过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再来了，没有什么看的，凡是能看的都要钱。全变成个人家承包的了，什么碾盘呐、驴槽子这些，你要是不拿钱你也照不了。你想去看看地道，都是个人后挖的，需要交钱的。如果免费的话，全国的政策不都是有65周岁
景点全免票的，有基本全国统一的都是70周岁全免票，在这里是75周岁才免票，都是个人说了算的。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了，老槐树，当年的老槐树已经死了，现在用水泥做了一个围起来了。劳动馆整治组专项整治直播，站街小白鞋啊。走走走，到地步了，在这录屏呢，给你录着呢，录着呢，这不已经耍着你了吗？公园抓你呢，你不照片找你吗？走，来下不哥，啊，部门知道吧？四本人不？能替你保密，你你好了，哇，浪爆炸了，这个活猛啊！哎呀，大塞车啊！哇！哎呀，这么塞的！哇！什么哇？哇！哇！哇！哇什么哇？哇！哇！哇！哇什么哇？哇哇哇，先让条路啊，后面堵死了。哇，哎呦，哇，这么严重啊。哇，我没想到这次打这么长时间，真的，以前他最多打他妈一天一夜，去小树林也是，白天休息，你想干嘛干嘛，然后晚上推进，晚上打，在这儿是不分白天不分黑夜就干，而且对方的无人机是真多，我估计你们没有见过那个对方无人机炸坦克，因为这边也有干扰。大老远都听见，哎呦，天上无人机比他妈鸟都多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大无人机哇，呜飞过来以后，前面都是一到两架，然后排头。你这边如果有干扰的话，你就干扰前面那两架，那后面的无人机，然后空空空空空空，炸你周围，炸了你都不敢露头，谁都不敢露头。而且人家那边情报做得很好，这边刚他妈有一台那种就是说是，那种坦克，然后进入战场，人家那边都发现了。然后就是说炸了你所有人不敢露头，然后后面有几架那种无人机带了那种就是说 C4 炸药，或者是带了是那种就是说是打坦克那种就是火箭炮那种弹头，
就对着你的坦克蹦一发啊，蹦一发，蹦一发，我操，最少两三发，打就是给你打成零件，你人往外跑，你跑个锤子，他妈炮塔他妈的蹦几十米外了。所以那这仗这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我想象中的巷战就好像我看电影一样，我心想没事儿，老远啪啪啪打完以后，近距离扔颗手雷，一踹门而入，没事看电影代入感嘛，把以前看的电影那些动作没事做一遍，哎，感觉挺好，重在体验嘛，对吧？这边不一样，想的真的是，那边也狠，这边也狠。说句那个难听点的，谁都不会留手，你就是子弹，最普通的子弹都换成穿甲弹，就是怕打不死你，就怕打不死你，就怕打不死你，听懂没有？哎，再后来打的就是老部队人打完了，从其他部队抽调老兵过来，然后给你打配合，语言沟通不熟悉，打配合打不了。那么死人说句实话，那很快的，前两三分钟还在那抽烟了干嘛来，突然之间接到通知了，然后向另外一个据点一个房子然后进攻，那说死就死了。对方的无人机也多，对方只要发现侦察无人机，他带来的是炮弹，发现自杀是无人机，他就是炸你。我比较幸运，没有遇到那种自杀式无人机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